我嚟咗27年。你爸爸媽媽都係？家兵係。啊，居家兵嚟嘅。我17、18歲之後翻香港。你中唔中意香港？中意。中意啊！所以係咁啦。知我自己個國家，不過喺香港住咗好耐。我坐嗰次就一年彈一次嘛。哦，一年一次。之後3年彈一次，咁而家冇啦。不過而家好耐冇彈過。好耐冇彈過。哦。有成8年。8年冇去過。是喺灣仔，我打工15年好似，即係打工啦，打15、16年，然後自己先出嚟做老闆。係扣除啲房租啊、人工啊，有冇200-300啊？哦，有啊。好過比出邊打工啊！係啊。喺元朗嗰間屋係村屋嚟㗎嚇。唔係，嗰個係上月348好似。哦，7年都買。5、6年係啊，5、6年。5、6年啦，買咗5、6年都。你嗰間係啊，好貴啊，係啊。500萬，500幾萬，而家600萬。哦 ，China 呀，開過。去過邊度啊？都深圳，喺個三池，食嘢好平啊，好好食啊。Also, now I'm self-employed. 哦，即香港。I'm self-employed. 哦，即香港俾咗機會你，但你自己又付出咗好多，所以取得咗成功。哦，cool，well done。